少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少城主，什么少城主啊？我现在是威猛山的大当家的不当少城主，厨师当厨师当。哎，少城主，这话可不能说。你过来了你！我是威猛山的老大，我谁也不怕啊！芊芊。你还记得你是来剿匪的吗？谁呀？这小模样长得还挺标致。你要不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吧？哼！哎呀，这是你夫君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回来的。那我就再抢一次，年有货啊！你这有几块腹肌呀？腹肌啊，这得啊。少少，你拿回去说吧。害羞。你什么事拿回去说啊？嗯。都给我转过去！哎哎哎，你们也别看了啊！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我跟你说，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，而那个人以前说他会一直保护我的。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吧，他跟我怄气，还拿山匪吓唬我，最后我一个人留在营地里。是我不好，我这不来了吗？情愿做你。文硕，你怎么敢来呀？我都快怕死了，我都快，你就把他们人打倒了，给我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不哭不哭，是我不对，你打我骂我怎么样都行，好吗？天水女主角呢？那这些人怎么办？既然你们认定芊芊是你们大当家，那就跟他一起回营，此后威猛山众人归顺少城主，为他所用。回到花园城后，不准目无法纪，违命者军法处置。事情查清楚了吗？怎么说？少君呢？哎，少城主，你醒了啊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此次剿匪没费一兵一卒，全员归顺。少君正在部署班师回城的事情，明日就出发。行行行。哎，少君，少城主找您呢。谁让你跟我说？啊？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嗯。哎，哎，你真打算一辈子不跟我说话啊？哎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和你怄气，也不该拿蒙过吓唬你，更不该把你一个人扔在营地，害你受了惊吓。昨天我也特别怕，后来见你没事，我不知有多高兴。其实也不能全怪你，是我，是我搞砸了。那你之前为何一直要生我气？那你为何总把我跟二郡主凑在一起啊？那是因为你们俩本来
我先前虽然有意要接近你二姐，那时候不是还不认识你吗？你说过送人东西前先问喜不喜欢，怎么到你这里处理起事来就全然不顾我喜不喜欢？既然三公主抢了我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嗯，二郡主，只要是您喜欢的人，我一定帮您得到他。哎，今日就别给芊芊吃鸽子了。你去林间打点野味，给他压压惊。是。三公主，你看，穿的、戴的，通通是少城主的规格。一会儿楚楚看到我送他礼物，一定会特别的开心。恭喜二姐，策论魁首。恭喜三妹，武士魁首。你也知道我那武士赢得不是那么光彩。等文士成绩出来。少城主之位可就尽收囊中了。哎，你看，贺礼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就等母亲下令册封了。贺礼，送我的？而且，想想我的赌注，可就是靠你发家致富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这些天我在准备策论，都没来得及去看。哎呀，没事，小伤，长姐给我的药早就擦好了。顺应天命，少城主着考结果如下：策论甲等，二郡主陈楚楚；武士甲等，武士甲等，三郡主陈芊芊。陈芊芊能赢，还不是都靠我？文士甲等。文城主，这文氏甲等三郡主陈芊芊。文氏我。恭喜三郡主。